分钟，幽灵般的音阶，八音和弦，呼啸着忽上忽下，像露天马戏场的烟花。咋的，只是不过有一点儿，偶尔有一点儿，好像有点儿，只是偶尔有一点儿那个，该怎么说，指挥？哦，音符太多，陛下。哦，没错，说得很好，音符太多。亲爱的年轻人，你不要太难受，你的作品匠心独具，是上乘之作，只不过有点音符太多，删掉几个就十全十美了。您认为该删哪几个，陛下？